你对八号海域有什么看法？轰远号沉没了20年，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征服它？你也知道轰远号的事儿？我查资料了解的，打通八号海域航道意义重大，它可以缩短我军进入大洋的航程。 增加军舰在海上的自己时间，价值不可估量。可是现在已经被他人所用了。人家天天已经把它当成进入我们家门的通道。轰远号的沉没损失巨大，这么多年来就没人敢去再碰。一遭被蛇咬，10年怕井绳。 还有什么？我接受任何处分，只是要求别听我的指挥。要求处分还讨价还价呀？该怎么处理，等舰队调查组的意见。你先回去吧。 处长，舰队师部调查组的通道，叫管理处安排他们先住下。 晚上我给他们接风，好的。处长啊，到基地好几趟了，今天这桌算是破格招待吧。你看出来了，这出事讨好你们呗。您要这么说啊，这酒咱们可就喝不下去了。哎，别。 是啊，照喝不误。问题呢，该怎么查就怎么查。我鲁怀成是绝不藏过。来，先敬你一杯。哎，坐。哎，不过吧，我还得说上几句。180舰的舰长、副舰长。 航海长，都是我们基地啊不可多得的优秀的基层指挥员，千万别一棍子打死。要处分呢，就处分我，成天坐办公室，这背个包袱也没什么。可是人家不容易，成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啊，你看看。 没有一个不得胃病、风湿病、关节炎这些职业病的，再背个处分，也影响情绪啊。你们说呢？这还不算袒护啊！我指着他们给我干活呢，你说我能不替他们说句好话吗？参谋长，我们看了您写给舰队党委的检查。 您这么大的领导，能做到这一点，说实话，我们心里很感动啊。进入八号海域的命运是我下的，你们说，我能不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吗？参谋长，你也不要太自责。今天下午我们检查了180的受伤情况，还够不上重大责任事。真的，所以我们商量过了。 这件事儿还是交给你们基地自己处理吧。那好，今天咱们这顿酒啊，那就改成践行酒了。来，好，大杯喝。好，谢谢。好，辛苦你们了啊，谢谢。 电话吗？谢谢。喂，爸爸，啊，怎么着？于继东，有这么个人，才做过我几天战友。
怎么着？啊？他来家里干什么？哦，人挺好的。不是，不是我男朋友。看您说的。嗯，毕业分配，听从组织安排呗。嗯。我知道了，我知道您想让我回家。嗯，我会考虑的。好，爸爸就这样好吗？嗯，再见啊。对，谢谢你啊。是于大哥的电话吧？瞎说什么呀？是我爸爸打来的，问于东是不是我战友。哎，于大哥去你家了？嗯。哎呀，他这一去呀、啊，肯定和我爸爸聊起毕业分配的事儿。上次为了你的事儿，我还答应我爸爸，我毕业以后回中南呢。那当然了，你是他们的宝贝女儿，他们当然希望你回到他们身边了。你说我怎么尽遇到好人啊？你、郑大哥还有于大哥，你们都那么热心的关心我，帮助我。谁让咱们杏是个好姑娘呢？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我也一定好好工作，好好的报答你们这些人对我的好。嗯，有志气。还有，我还得赶紧攒钱，把于大哥的钱尽快还了。行，走吧。是，坚决完成任务。救援警报！机长，有情况吗？我们收到求救信号，一艘渔船在三号海域触礁，指挥部命令我舰前去救援。左门的。渔船遇险位置暗礁密布，我们舰恐怕靠不上去。能靠在什么位置？根据海图上的标注，我们最多只能靠在离暗礁1.2海里的地方。尽量往上靠吧。两进一，两进一。我跟你一块去。我这去救人，不是看风景。我知道，我身体好，有体力。谁去你也不能去。凭什么呀？不让你去就不让你去，这是命令，废什么话？我。慢点。你瞧不起我？瞧不起你？哎，我就瞧不起你，怎么了？
你先留下，我总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吧？海水很快就会把这块礁石给淹没了。我知道，可是我不怕，我就是想证明给你看，我们学生官不比任何人差。 正因为你是学生官，所以才不应该来，更不应该留下。你上了4年大学，2年进大学研究生，那都是国家用钱。你是个人才，不能轻易有闪失。你别那么看我。没错，我是看不起你。 因为你的学历和你的能力不成正比，但是我也知道，早晚你能行。我的经验是靠时间一天一天积累起来的，但是随着我们海军不断的发展，光有经验是不够的，最终还得靠你们这些高学历的年轻人。队长，论文的事你不要往心里去，我上次。 是真的打算向你道歉的，不，应该道歉的是我。行了，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以后咱们俩再别提这事儿啊。哎呀，看来这海龙王是不想让我们俩在这坐着了。哎，要不咱们俩游回去啊？行了，你先游，我跟着你。怎么着？你想在后面保护我啊？ 谁保护谁呀？那咱俩就比比速度，比比，走。哎，老裴。 刘舰长可抖起来了啊！ 唐海长，参谋长让我们来接你下舰。下舰？为什么呀？为什么不知道？就是让我们来接你下舰。难道舰上没有接到通知吗？哦，接到了。当初要你来的时候，参谋长就说了。 想让你去新区舰上当航海长，我才这会儿达成事。恭喜你啊，副长，一会儿我们跟船走吧。哎，走，我带你去收拾。走。说实在的，我这有点舍不得大家。等你有空的时候，我再请你回来，你看看，想想看。副长，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成为那艘舰上的舰长。 好，那我就借你吉言。不是上新驱逐舰吗？那您叫我过来干什么？我跟你说过要是你上新驱逐舰吗？来来来，把这段新闻。 给我念念。舆论宣传。哎，用法语念。法语？你学了这么久了，还念不出来吗？不是我这。念。哦。La propagande biblique, la guerre.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念的是爪哇语吧？
人家是突如其来的，就这水平还想上新驱逐舰呢？你给我听好了，我给你下的最新指示，学不好法语永远别想上舰。哎，瞎忙什么呀？我看你热不热？我热什么呀？我都快冷死了。完了，那更得感冒了。去，别捣乱。哎，你说，参谋长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又不当翻译，让我学什么法语啊？老白，自打我认识你开始，你就受参谋长的折磨。但你想想啊，他哪次折磨你？你不往前进一步啊？接着说，我跟你说过，他要折磨谁，那就是要重用谁。当年定你去陆战队，安排你来喂猪，派你到野外生存训练，那都有他的道理。现在让你学法语啊，那肯定也有他的道理。哎，你没问他学完了干什么呀？他说是上面的命令。上级。哎，反正你服从吧，肯定是好事儿。好什么事儿啊？只要不让我上舰，就算不得什么好事儿。哦，我学不好了，不让我上舰；我学好了呢，万一送我去当翻译，我不是完了吗？哎，你说他会不会是让我上天？你为什么不说入地呢？你太有才了。现代化的战争中，高科技的先进程度决定了战争的成败。下面我一些数据来跟大家说明。各部门注意，备战备航，以防不足。各部门注意，备战备航，以防不足。副长，舰长让我通知你，我舰接到机电命令，紧急启动出航。知道了。起立。注意。各自回站位，解散。袁海，今天课讲完了，你回去吧啊！副长让我跟你们一块儿出去吧。不行，非本舰人员不能随行，这是规定。袁海本来就是咱们舰的人啊，可他现在不是了。哎呀，你想啊，我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学法语，在哪儿不是一样的学啊？是啊，那我得向参谋长请示一下。这点小事就不要麻烦他了。你想啊，我在船上，我刚好有机会好好可以学习学习。再说了，你抛锚的时候，我可以跟战士们继续讲一讲啊。对呀，副舰长，我还有好多问题想跟袁海一块探讨探讨。你就答应我吧。好，去吧，就这样啊。哎，走。中国机场，一次上探明过宁海经济算术系统海底系统情况。上次我军设伏险些没有抓住他们，他们收敛了很多，这段时间销声匿迹了。但侦察机在我宁海边缘出现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他们好像很了解我军不开第一枪的原则，胆子非常大，经常在我舰艇周围飞来飞去，官兵们非常气愤。一切要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出发，要对全体官兵加强教育，同时要通报海航再有类似情况，请他们派飞机支援。是，我们已经做过协调了。180舰现在什么位置啊？应该到达了7号海域。通知180舰密切监视，注意海空动向。靠近我们舰。副长，为什么不把他打下来？这是在公海，舰艇是流动的国土，他怎么围着我们转来转去，明显是在挑衅呢。我们已经上报了，可等批下来人家早跑了，必须要等上级指示。他就在我们头顶上。没你事，回舱去准一把地。明白。年的魔鬼，瞎说什么呢？这情况见多了，想打就打，那也行啊。胆小鬼！哎，袁海，说什么呢？啊，你回来！副舰长，您别生气。谁生气了？我生气了吗？海航出动了2架歼击战斗机，及时赶到，不明国籍的侦察机已经离开了。看来这个地方是我们重点巡逻的区域呀。180号舰现在情况怎么样？给养装备还可以供给40多天。好，让180号舰继续在这个区域巡逻30天，等接应舰到位之后再返回。现在就通知186号新驱逐舰备战备航，准备接替180舰巡逻的准备。是。别打字。
舰长，基地指挥部来电，命令我们舰在七号海域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时间增加到30天。你去安排一下给养和生活计划，要按30天准备。是。哎呦，怎么了？郑元海还在舰上。洪道，谁批准他上去的？是我。是这样，当时起航的时候，他正在给我们讲课。我不想听你解释。后天下午他要参加总参组织的考试，命令他马上给我游回来。再想一想，我是否要带一个不敢打仗的舰上来？梁海，你这次回去是参加总参组织的考试，我一是预祝你成功，二是要对你说，当一名舰艇指挥员，不能光凭一身血性，还要有原则。要有大的全局观念，难道我就不想把那个挑衅我们的侦察机轰下来吗？但是绝不在公海上开第一炮，这是铁的纪律。目前我们国家最大的战略目标是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我们要服从这个大的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军人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军的一贯承诺。所以，作为一名军人，不但要具备政治意识、战略意识，还要有全局意识，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袁海他就这个性，啊，没事。你别说，我还挺喜欢这小子，很像我以前。Les collègues de mon père avaient donné leur vie
puis mon père était mort en captant son retrait. Dans mes souvenirs d'enfance, notre armée de mer était faible et mon père était inflexible. En voyant mon père rester tous les jours dans le silence douloureux, je jurais de m'engager dans l'armée de mer quand je serai grand, de rendre notre armée plus puissante et d'achever des choses que mon père n'a pas pu finir. De réaliser ainsi ses rêves. Voilà ma réponse. 郑云海同志，您的法语虽然有些生硬，但内容很精彩，我们听得很受感动。恭喜你通过我们的面试。谢谢考官。我能问一下这次考试的目的吗？你还不知道吗？参谋长只是让我学法语，其他的没有跟我说。不过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那你说说看。让我去法国留学。对，法国三军防务大学。太好了，那你得学几年啊？两年吧。妈，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啊？你看你上大学又当兵读研究生，走了那么多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您现在不是身体不好吗？孩子，妈这辈子啊，已经没有别的祈求了。起先是你爸，你继承了你的父亲，当了一名海军，领导这么看重你，看到你的进步啊，妈比什么都高兴。妈知足了，知足了。但是如果你到了国外不能安心的学习，整天惦记着家，惦记着妈，没有学到真正的本领，那妈这辈子算是白忙活了。哥，你就放心走吧，有我在妈身边呢。是啊，云海，阿姨这边我们会抽空照顾她。去了之后好好学，别辜负了参谋长对你的期望。妈，您放心，我不会辜负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抚养，也不会辜负父亲的遗愿，更不会辜负军队对我的希望。舰队开会去了，今天恐怕见不着面了。哎，参谋长的车，停停停！何必特地赶回来啊？你是我们舰队第一个留学国外，你说我能不送吗？谢谢首长。刘海啊，西方国家的海军成军时间长，经历的海战也多，他们对海军的发展有着一整套先进的理论和前瞻的目标方向，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借鉴的。这次出去啊，要虚心的向别人学，要摆正位置，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学生，从头学起。不会的，西方的军校标准非常苛刻，实行淘汰制。你要时刻记住，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的是中国军人，希望你能不负众望。我明白。我就送你四个字吧，国家至上。参谋长，您的话我记住了。参谋长，错入一
这些年以来，您在我身上耗费了不少心血，这些我心里都明白。谢谢你。哼，背后没叫过我屠夫吗？叫过。我喜欢别人这么叫我。家里都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 你母亲有照顾，参谋长放心，没问题。参谋长，有些事儿你什么都不要说了，等你当上了舰长，再把你的心里话对我说。时间不早了，出发吧。是，参谋长。 我还在想，不知道填哪儿呢。你也填东江基地吧，到时候咱们就又在一起了。我父母住在中南，他们想让我回去呢。啊，我知道了，中南有于大哥。说什么呀？我怎么瞎说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许胡说！我才没胡说呢。于大哥每次叫你的声音都是……你听，我给你不听。 哎呦，我这通好找啊，又是宿舍又是教室，我找了一大圈。于大哥，你怎么来了？我来，给你们加餐啊！真的，太好了！司令姐，咱不去食堂了啊！小馋猫。我倒是沈晨啊，来谈谈业务，顺便过来看看你。走，咱们先上餐馆，我车在外头呢。哎，好，那。 走吧，司令姐。走啊。咱们这事儿哪行啊？要回去换件衣服去。哦，那你们先去。嗯，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们啊。走吧，还得去请假呢。袁海啊，去法国留学去了。真的？什么时候？哎，什么大学啊？ 法国三军防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哎，全海军啊，就这么一个名额。听君刚打电话告诉我的。太好了，郑大哥真了不起。嗨，我这个同学啊，就是有股子韧劲儿。哎，司令，你当年不是在海军陆战队见识过吗？那玩起命来。我在万全山老家的时候也见识过，当时在我们那儿十天不吃一粒粮食，怎么劝都不行。袁海啊，就是这样。 有股子韧劲儿，他要认准的事儿，石头大牛都拉不回来。我从小就这样。哎，我怎么觉得我们三个像是在开郑云海同志的模范世纪颂扬大会啊？夜不眠，年轻的心沉甸甸，海风无语，倾诉我的思念。 成长中海水泪水一样甜，我将柔情融入这海深海蓝。海连天风帆远去水间，带走我的牵挂和我的眷恋，300万蓝色。 国土的璀璨，我用青春描绘你黄金海岸，蓝色的。